再来解说这个题目哈，一样，我们用三去法，先这样子哈。好，再来，这里有一个线，它是这样子接嘛，有斜线就有斜面嘛，所以你看这个线啊，跟它一样宽的只有这里啊，跟它一样深度的只有这里啊，所以这个面它应该是一个斜面。这里是接在一起的，好，再来，这有斜线就有斜面嘛。如果这里变成这样子，所以你可以看，这个造型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。